王阿勉的水墨画展，这是圆形的啊，很漂亮哦，是紫藤。很不错。神态很活跃啊，仙风飘飘。古意盎然，风，这是樱花还是枫叶啊？很美。很美的作品。澄江春镜，王阿勉，很棒。西山春游，很美的画啊，看起来让人家心情舒爽，而且有夏天清凉的感觉。哎，油画，油画比较厚实啊，层次比较多一点，很棒的画啊。王阿勉的油画作品，这是闲情逸致水墨，还有看到瀑布啊，清凉的瀑布啊，磅礴大气，是水村暮色。还有呢，翠岩三彩，很漂亮啊！这个溪水或者是瀑布是潺潺而流啊，感觉意不尽的感觉啊。有游客在看啊，青山绿水，还有呢凉亭。还有呢，山屋啊，很不错的造景。古人都充满了这种诗情画意哈，文人画。好，这是烽火层层的感觉哈，满山遍野的风哈，还有云雾飘渺。王阿勉的作品啊，好，这个是瀑布流水，还有呢，小桥，还有啊，枫树，看起来，很鲜艳，很鲜明啊。好，这个是水墨的流水潺潺啊，这个古人啊。都是充满了意境啊，王阿勉也当古人啦、啊，好不错啊，这是圆形的，很漂亮的画，这个如果布置在小书房就很雅致哈、啊。好，这个是也是一样，有瀑布，又有小凉亭，又有风，又有松，哇，这个真的是仙乐飘飘哈、啊，所以古人呐、啊。很向往这种情境啊，难怪啊，他们都有诗情画意，其实是这个充满了这个人间的那种生活意趣，就是油画啊，油画比较有层次啊，比较厚实啊，油彩啊，有一些厚重的感觉哈。那这个呢是比较大气的山林的景色，没有林，有林，下面林啊，上面是山啊，山峰层峦叠起啊，很漂亮。
看到这种景色真的是仿佛我们在爬山或者是我们亲临其境的感觉啊，真的像雄踞天下啊。如果你站在山顶上，真的是登泰山而小鲁啊，雄踞天下的感觉。油画，很多画家身兼中西啊，西艺就是油画或者是水彩啊，好像这些他的情趣或者是他的氛围是截然不同的啊，强调飘逸跟强调的这个凝重或者是厚实不同啊，啊，这个可能就是小火车或者是像我们到瑞士看的那种少女风的那种三菱火车啊。好，这又是算是水墨，但是有油彩的感觉啊，比较厚重。这个也是蓝雀啊，台湾蓝雀。好，展之为啊，山峰，他喜欢画这个大气的山峰，这个层峦叠起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松，古松的这种傲然独立啊，让人家精神为之一振。山峰，不错不错的山峰啊。好，这个就是传统的水墨，水气很重，又有山，又有云，又有巧亭，又有这个对弈对奏的人家啊。古今多少事，多赋笑谈中，真是在山林中，在这个凉亭下互相畅谈古今多少事。它的湖光山色，湖光在这里啊、山色在上面啊、山色很优雅的境界，山峦叠起，秋诗翩翩啊，枫叶，枫叶啊，代表了秋，秋啊，意境很高远啊，秋高气爽，就是这样来的啊。烽火层层啊，还有人坐在上面闲情逸致啊。好，在这里看小品的咯。哦，小品这个表现出了这个晚霞满渔船啊，晚霞满渔船啊，晚霞这个就是独钓春江啊，独钓春江，那春江独钓啊，古人啊真的是意境高远，我们现代人啊如果有这种意境也真是不错，但是大部分都从画里面看到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比较现代化了，不要这样方式的垂钓法，但是如果用现代垂钓法也令我一番情趣啊，不必要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过日子啊，真的很悠闲幽静的感觉啊。像这个啊，除了欣赏美好的景色之外，哎，钓鱼也是一种乐趣。好，双双对对的鸟儿啊，好，再来就是这篇了哈。这个山林间常常看到有水啊、山啊、树啊。啊，树又有不同颜色啊，有红色，有绿色，然后呢，底下有水间呐、有人在垂钓，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啊，这种
方式，真的是体现现代人所无法达到的情境。现代人匆匆忙忙过日子，很难得有空啊，或者是能够有闲情逸致是做这样的充满了这个悠闲气氛的氛围的生活啊，我们自己要作为检讨跟省思的。这是贺文阿敏画展的这个朋友。好。三种艺廊。意境高远，我知啊，嗯，啊，你早起有来啊？是啊。